早年我在澳洲物品寺，从网络上下载江本博士的水实验，标题是谁知道啊，宇宙间的奥秘谁知道，好像有四页，我看了之后，这是科学证明，人的起心动念瞒不过谁，这个道理跟佛经上讲的相应。佛经上所说的，我们起心动念，天地万物都知道，不但谁知道啊，我们在此地起心动念，我们问这桌子知不知道，这花知不知道，这茶杯知不知道啊，我们墙壁知不知道，天花板知不知道，没有一样不知道，统统知道。啊，这是什么个道理？科学家发现有全息啊，用照片来做实验证明啊，任何一小块照片在激光照射之下都是一张完整的啊，撕得再碎再小还是完整的啊。这个信息大乘经上早就透露了，佛在3000年前就告诉我啊，须弥那戒子华严经讲什么大小不二，大中有小，小中有大，小中有大是什么？整个宇宙，整个宇宙在一粒微尘，在一根汗毛端上啊，它有全宇宙的信息，完整的信息啊，怎么会漏得了？这些信息归纳起来一个重要的概念是什么呢？全宇宙跟我们自己是一体啊，我们身体没有，磨碎成微尘，里头还是有全宇宙，跑不掉的啊。老子说的有说过一句话，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，这个话不是凭空说的，他要没有见到，没有体会到，他怎么会说得出来？能说得出来这句话，在佛法里面是法身大士啊，明心见性的人都知道啊。海贤老和尚的观点，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，连续看1年，看你们能不能把光碟里面奥义看出来啊，不要有心去看，有心去看，看10年也看不出来啊，就是每天看3遍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就会看出来了啊。起心动念，我想看什么看不到，为什么呢？妄念在里头，妄念把你的功夫破坏了，
不许有妄念，你才能看出里头的奥妙。能看出老和尚的境界，能看出老和尚的功夫，他这个一句佛号92年怎么成就的？那个成就，一年比一年提升，一年比一年圆满。到最后的表法，对我们地球上的众生一个愿望，希望大家和睦相处，彼此互相赞叹，不要回报，不要竞争，不要斗争，不要战争。那这个地球上的居民可以过幸福美满的一生，这是他终极的愿望，最后所标的法。人不要害自己。什么叫害自己？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害自己。害自己是什么？你永远不能脱离轮回，你在轮回里造罪，造业受报，就搞这些。不害自己，我不造轮回业了。怎么不造轮回业？六根对六尘境界，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闻香闻得清楚，舌尝味尝得清楚，样样都清楚，样样都明了，这是智慧，自信里面智慧，没有一样不知道。可是这如如不动，为什么如如不动？你们做这个实验知道，你就体会到。这个画面不存在，刹那刹那在变，它不会止住，境界不动让你看，不会。你看照相机照了一个，再下面一张不一样。像文博士告诉我，实验了那么多年，从来没有两张照片是一样的，两张脸连得着。我就得按一张，再按一张，演得不一样。这个证明了，弥勒菩萨告诉我，一弹指，32亿8000年，我们照相机速度大概是一弹指，一弹指的是已经。这个现象的生灭已经是320兆次，我们这里头才按2次，它的生灭已经320兆次，可得了，就在眼前。你们现在搞实验室，我跟你讲这个话，你有概念；不做这个实验室，听我讲话没概念，他听不懂。这就是像一些老和尚，什么都是假的。有没有真的？有。念佛成佛是真的，除这个之外全是假的。现在社会认假不认真，所以
造成这样的混乱，造成这么多灾难。啊，这个是因，广东潮州谢总办道德讲堂啊，他利用他的讲堂第一堂课就是看香焚佛寺的实施。那这个课教学的目的是什么？告诉人，你起心动念，谁知道？那人身体70%是水分，啊，每一滴水分都知道，你能瞒过谁？啊，谁知道谁是无知？换一句话说，所有物质现象统统知道。美国的修兰博士前年到新加坡，不是到香港来看，这是一个专门用心灵治病，一个善人啊，他治病不需要跟病人见面啊，远在几千里外，他也能把他治好啊，不要用医药，也不要打针，什么疑难杂症他都能治。啊，医院不能治的，宣布死刑的，他治好的不少，治好的很多，他用什么？我问他，啊，你根据什么理论把人给治好？根据的理论是清净心。啊，用什么方法知道宇宙跟自己是一体，自他无二？啊，要把自己观想跟病人合成一体。啊，他只要病人四种资料：第一个姓名，第二个出生年月日，第三个现在住在哪里，第四个病例，你去检查病例，他只要这四样东西。啊，怎么治法呢？就首先观想自他离体，啊，再继续观想现在身上有病。啊，治疗的方式就是以真诚清净心对待这个带着病毒的细胞，啊，说对不起，请原谅，我没把你照顾好，让你带着病毒，啊，请原谅，谢谢你，细胞跟我合作，谢谢你，最后一句。我爱你，就这四句话，像念咒一样，不断的念，念半个小时，这就是他治疗的方法，每天半个小时，连续30天，自己身上的病毒细胞完全恢复正常，病人也恢复正常，无论病人距离几千里几万里都能治好，有念力啊，我是人，这个方法跟佛经上讲的一样。啊，所以要知道华严经上一皆是多，多皆是一，一我们一个身体，都整个宇宙，变法界虚空界，
一切万法。慧能大师开悟，最后一句话是：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他肯定，他接受，整个宇宙从哪来的？我自信生，是我自信变的。那么，整个宇宙，你哪有不知道的东西？知道是当然，不知道是不正常。为什么不知道？我们的心乱，有妄想，有杂念，有分别，有执着。自信的功能失掉了。修行修什么？就是把这个放下。放下之后，你的本能就恢复。本能恢复，没有一样不知道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榜样。他49年讲的一切经，他在哪里学的？谁教他？没有啊。虽然他好学，19岁出家，出去参学，学了12年。印度所有宗教、所有学派都去学过，怎么样？没有用啊！30岁这一年，他全放弃了。这是明显给我们表演。19岁放下家庭，是放下烦恼障；30岁放下12年所学的，是放下所知障。所修的人，所修是所知障。障碍的明心见性，所以两样都放下。菩提下去，菩提树下入定。这个树叫毗婆罗树，因为佛在这个树下明心见性，所以大家叫这个树叫菩提树。入定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什么都知道了，没有一样不知道。你问他，他随即会给你答，记录下来变成经典。大事小事，个人的事，整个宇宙的事，他全能讲。讲的都是真的，被现在科学逐渐都能证明。你看他讲物质现象，说物质是假的，根本就没有，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。量子力学家证明这个事情，才不过是最近20年。释迦牟尼3000年前讲的比他还透彻。物质从哪来的？从念头生。经典上记得很清楚。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，说：“心有所念，即念即相是也。”凡夫心的动念头，佛问弥勒菩萨：“这一个念里头，有多少微细念头？这个念的粗念、细念，我们不能觉察。我们念念不住，但是。”没有人一个人知道，就在身体上，就在眼前，眼前是外面境界，没人，这事是真相，诸法实相，没人知道。弥勒菩萨回答，他的因缘答是给我们说的，让我们从这里的求救。他说一弹指，32亿个钱。单位是百千，100个千是10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这一弹指，一秒钟能弹几次？有人告诉我7次，
谈七识，那成七，三七二十一，就两千一百丈啊，两千一百丈，二十一，两千有一秒钟，我们怎么能知道是假的？那我们现在看的电视，数码电视，一秒钟。画面生命一百四，我们在从前看的老式的电影动画的，那幻灯片动画的，一秒钟24次，现在看的电视一秒钟100次的生命，我们的念头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，你怎么会知道啊？从早到晚，从初一到腊月30，没有间断过。这个真相佛知道，佛告诉我，八地以上都知道。那八地菩萨、九地、十地等觉妙觉，他们全知道。啊，所以。念念不可得啊！金刚经是三心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有没有？有这个现象，决定不可得，它太快了，你掌握不住啊！啊，现代科学仪器的进步，可以掌握到。1000兆分之一，那佛给我们讲的这个物质现象的产生啊，心理现象是2100兆分之一啊。我们相信科学不断的进步，20-30年之后可能捕捉到2000兆分之一。那就看到念头的生命啊，我所有物质现象都是念头生命产生的幻象，就是能大师看到能生万法，万法是念头生的，念头善没有一样不善，念头善这个人宗教里称他为神，神啊，中国人大神大仙，外国人称神上帝啊，那是什么？一秒钟里的2100兆分之一秒的念头统统是神的，没有我。那在我们佛教称为佛法身菩萨，那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有啊，这是我们迷了，我们念念不善，念念自私自利，念念搞名闻利养啊，念念里头有妄想分别之处，这就变成六道分啊。六道凡夫也不是真的，因为你总不能超过这个定律，就是你生活在哪里？生活在2100兆分之一秒的高频率振动之下，就是那里变出来的，整个宇宙是变出来的啊！所以实际上没有啊，真的是。是假的啊，假的可别当真，当真就搞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从哪来？自己知道的，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啊，就自作自受啊。这些信息
海鲜老和尚光碟上全有，要细心去观察。啊，你慢慢看，慢慢会看。啊，这里面的奥秘都看到。啊，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啊，怎样用功？一句佛号，一句佛号念到底。啊，把妄想念掉，把杂念念掉，把烦恼念掉，果报就没有。啊，他一生能成就，而且很快成就，不难。他活那么大年岁，那是阿弥陀佛给他的。佛教他表法，叫他做一个榜样给念佛人看。啊，念佛人一定要把他看回。啊，怎样念佛你才决定有把握完成。啊，他的禀赋好。啊，从小这个人就老实听话正干。他有这三个条件。有这三个条件的人，这一生没有一个不成佛。只要具足这三个条件，肯定成佛。所以他的师父了不起。啊，师父要不是再来人，不认识。师父一看到这个徒弟，欢喜了。那他能成就，那就是老实听话正干。20岁出家，师父教他念一句佛号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。啊，他听话，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。那如果说我们是往生，我要念多久才能往生？顶多3年。3年往生的人太多，那我们就知道他3年肯定达到往生资格。啊，那为什么佛不带他去？他念佛3年肯定见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没带他走。啊，叫他继续修。那再过个3、5年，他得四义心不乱，那往生生方便的。啊，再往后个3、5年，得理业心不乱，生18种。要能看到他，啊，大概在30岁前后，事业心不乱；40岁前后，理业心不乱，他成佛了。理业心不乱，跟慧能大师同境界，跟释迦牟尼佛菩提树下大彻大悟同样境界。他到这个境界了，啊！但是生在现在这个环境、这个时代，这是大乱之时，世界历史上所没有的。啊，所以他世亲的身份是农夫，啊，种田。实现这种身份，没有一个人知道，他自己也不是。啊，这种身份好啊！你看，平平淡淡，没人打搅。啊，一直向无上道。啊，在这个时代，念佛求生净土，就学他这个。我们自己从事哪个行业，本本分分，
把这个行业做好，这个行业服务社会，服务大众，啊，自己能吃饱，能穿暖，有房子，遮避风雨足了，什么都不要求，什么都放下。啊，工作是为别人，是为大众，这就对了，没有一样为自己。啊，真的好榜样啊，真的非常难得。啊，最后拿到这个《深参僧》这本书，阿弥陀佛带他走。啊，那就最后一次表法，那就是佛菩萨一个愿望，希望你们大家和睦相处。啊，不要去竞争。不要搞斗争，啊，处处学赞叹别人，关怀别人，帮助别人，啊，舍己为人，这个人就是菩萨，这个人就是大德。啊，我们无论做哪一样，都是帮助佛教。我到这边来这些天，来的时候在香港看到一本书，啊，是一个同学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看到这本书，啊，大概这本书现在很少很少，只印一版3000字。20-30年前，啊，很不容易找到人。我在这边之后，把它一页印成合页书，我看了两遍。啊，是英国唐根尼博士。啊，这本书不是他的著作，是从他所有著作，他著作非常多，他的谈话。杂志上登的，报纸上登的，统统收集起来，把它编成一本日本人编的。内容是什么？未来在中国，那个未来讲整个世界的未来，要靠中国。他说要靠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能救全世界。那这个话是1970年代时候，他是75年过世，75年他85岁，啊，70年就是他80岁，晚年3次访问日本，在日本讲的，啊，他没有看到全书之友，如果看到这本书，他一定说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东西能救全世界。啊，所以我们鼓励极乐寺要开办，啊，学习全书之友。啊，你们年轻人都可以报名参加。啊，这份东西全世界都需要。啊，这本书，我来查，把它查清楚，有没有版权？要再版，要多印。啊，没有版权呢？有版权，我们就用现在方式流通。啊，读了这本书，增长你信心，对传统文化有信心，对国家民族有信心，
他主张现在我们走在是存是亡，这个是十字路口。如果我们继续像现在下去，都是因果为报的，争名夺利，地球会灭亡。要想生存，彻底从贪婪回过头来。希望世界变成一个国家，世界国家。这世界国家谁来统治？中国人。这中国人统治全世界，全世界人都有福报。为什么中国人宽宏大量，把人都当作自己人？不毁坏别人的文化，不消灭人，能够共同去崛起。外国不行。外国说人傲慢自私，外国人统治有他的族群的享福，别的族群是奴隶。他会把你的文化消灭掉，这个他们从过去的历史几千年看来，中国人这个德行太好。中国人不会消灭人，而且会帮助他提升。过去周边这些国家，中国人对他们爱护，把中国文化帮助他提升他们本土文化，共存共荣，这是中国人。外国人没有这种概念。所以他晚年把所有一切希望都看在中国人，所以他是未来属于中国。那么日本、韩国、越南是中国文化卫星文化地区，所以它是同一个文化。这四个国家合成一起，就成为全世界最有力量的真正达到全球统一。那么中国现在对这个很重视。告诉我们中国的文言文，中国的汉字，汤恩比的期望是将来全世界使用中国汉文跟文言文。这文言文的好处是永恒不变，外国的书籍两百多年，以后是言语概念读不懂，你就读不懂。看不懂，必须得重写写。但中国没有这个，中国是超越空间、超越时间。三千年前人看得懂，三千年之后的今天学了文言文也看得懂，三千年后还看得懂，所以他们有不受时间障碍。也没有地区的障碍，每个国家每个族群都能看到。我们想提倡这个群书治用，同时推动文言文的学习。希望年轻同学大家好好努力。我们的话就说到此，谢谢大家。